想拍一个我的工作 vlog 之海莉要当我的一日助理，嘿嘿，然后直接就是司机这样，直接助理，在接按摩小弟，一条龙服务到底，一条龙，你说的哦，今天你就是女王。好，我们就来看你今天到底是会搞砸的事情比较多，还是完美的事情做的比较多？当然是完美的事情比较多。确定？嗯、啊，这么有自信？好，没关系，大家就见证章，好不好？嗯，苗栗见。即将抵达苗栗县政府文化局，然后呢，我们这助理吼，哎，开错路了，本来的交流道没有下啦，啊，然后都谁几名啊？那个组织悖论。对啦，就刚在车上聊天呢，聊到忘我这样。好，等一下亮丽登场好不好？妆法都好了。工作呢，就是我们要担任苗栗县他们举办了一个青少年的才艺大赛，我只能说大家加油。举手投足都是巨星的风采，谢谢亲爱的总裁，谢谢老板娘，你刚刚不是说要吃啤酒？那我现在去帮你买啤酒。好，你等我，我回来再给你按摩。好，各位啊，因为董仔啊没有睡得很好，早上起来都要吃一颗 B 群，所以呢，我身为助理，我来帮他买 B 群，这是天经地义、理所当然的。然后因为呢，我怕董仔等一下肚子饿，所以我等一下会帮他买一点小零食让他吃，这样子他等一下在评审的过程中呢，有的吃，有的喝，又有的拿。哎，这就是我贴心的地方，绝对 perfect， 绝对完美。我帮董仔买无糖绿茶，还有两个茶叶蛋，因为我怕他嘴馋，所以我还买了一个这个三色戒糖，我帮他买这个坚果。然后最后一个我是帮他买那个 B 群，因为他习惯早上吃一颗 B 群，他刚刚忘记拿了，所以我就买一个给他，等一下在评审的时候就会比较有精神，比较舒服，可以来认真的为各位同学这样评审。待会各位同学加油，有董仔为你们加油。平均身高150，我不要是捏在你手上，今天不走戏台就等下我们去要走的路线是呢，我等下再说。你怎么说要去？很少谈恋爱的那一种心情。要不要？然后大家都要说，我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要不要吃麦当劳？好，那我们要开始午夜。小助理，我的水呢？你的水是不是？我去帮你拿。搞什么吃的、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来，我来。还有包包，包包，包包，是是是是是。那什么吃的，真的，哦，你不要买好了。那我可以回家了吗？不行、啊。So now you're here again, knocking at my door. A little too late for, I'm sorry for. The lights went. 哎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大船你要过花园。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先过一下，那个大船你要过。管理长，你开心吗？哎，前面那个，那他姐，好渴。对，他太多了。那个茶叶蛋帮你剥。我想上厕所了。你要上厕所，我帮你剥裤子。里面有人，里面有人。有人。啊，里面有人啊！我帮你马上赶出来。我这样服务，我会不会坏掉？我也不怕会坏掉。我好怕啊！我刚刚压力好大。
受到真的是跟炸裂带的感觉，大家都感受到了。接下来呢，即将要登台的团队是，也是啊，还是普丁领队。那等一下，请问你要不要按摩？哎，好，来，先按摩按摩，好好 ，OK。力道可以吗？嗯，可以。哦，太大力，太大力，太大力。我最近新学了一招，这是我在泰国学到的，他会这样子，可以醒脑。其实蛮舒服，不要太大力就好，我会头晕哦。还有他会这样。哦，太大。不可能，真的，真的，泰国真的有这样。换你坐下。你刚刚太大力了，这样才叫舒服，懂吗 ？OK。你看那个是敲头，你这个是。来，谢谢。舞台上，我感觉得到大家真的是有挥洒你们的汗水，但是我还是有一个想要跟你们分享的，就是只要站到舞台上，就都是表演者，不管你是主唱、吉他、鼓手，任何一个角落，只要没有跑到荧幕里面，观众看得到你，你都还是表演者。就是看到你们，我真的觉得满腔热血，就是你们。好有热情哦，但是今天唯一有一点美中不足的就是大家太紧张了，就是没有到真的很享受舞台表演的感觉，但整体看来还是很棒的。其实我有点吓到，就是其实现在学生他们玩社团实力非常好，不管是演奏类或是舞蹈类，那我们女生很容易就是这样子。不知道在等什么，不知道在说什么。可是如果你今天比较带情绪，就是差很多。对，这是我们要学习表演的地方。但是你们今天真的都很棒啊，这么多，然后就你这一句。今天我们三位鼓手很难得在这里哦，我们想要请同学一起跟我合照哦，快点，我们一起来到前方。来，走了，走了，是的，收工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要直接回台北。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。OK， 谢谢。OK， 没问题。这是包包你的吗？哎呀，不是我的。也不是，都不是。很热情嘛，哈。是你的，杨海丽。我帮你们拿啊。你要看一下我身上有多少东西吗？你现在是他们的助理还是我的助理？现在要尴尬是不是？对不起。那还你。还我是不是？对，不好意思。哎，你刚刚说帮我拿，就帮我拿啊！啊，不行，我老板比较多啊，对不起。那个老板，来，好好哦，果然是 YouTube 一姐。今天谢谢两位，就是出现在我的这个频道里面。那现在，毕竟你知道订阅人数不多，所以不好意思，可能也带不了什么流量。今天